养气功是中国传统医学之精华，健身之瑰宝。86岁高龄的气功大师、老中医、武术名家马礼堂老先生传授的养气功，是经几十年练功行医之实践、潜心研究的结晶。他总结归纳出的养气功八套功法及中医、气功、武术之大成，与中国经史子集一脉相承，被誉为融儒释道于一炉，开当代气功之正宗。养气功的功法简单易学，不出偏差，病者治病，无病健身。在中国学习养气功的人遍及各地，达百万人之多。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地追求使其延长生命的妙方，为之挖空心思，苦苦地寻求奋斗。诸如炼丹求仙之法、五禽导引之术等养生之道，早已繁盛于中华大地。在许多领域里，我们的祖先似乎已经提出了众多朦胧的灵方妙法，探索着养生长寿的奥秘。近些年来，一个波及全国的气功健身热潮正蓬勃兴起，各种不同流派的功法有如春笋般破土而出，如鹤翔桩、大雁功、导引功、养气功等等，数不胜数。当人们运用这种古老方法演练的时候，果然对强身健体奏效，治起病来竟大显神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气功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之法宝。在这百花争艳的气功院里，马礼堂老先生传授的养气功可谓独树一帜，功法简而易学，健身效果明显，而又无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个蕴藏丰富的巨大宝库，据说仅气功的功法就多达数千种，有的功法能治疾病，被纳入医学之列；有的功法惊心动魄，称为体育项目；有的功法细腻轻柔，视作欣赏艺术。气功和武术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令人难分难解。马礼堂先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第86个年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气功大师、老中医、武术名家。武林界称他是坦克车，中医界有马八珍的赞誉。他出身于中医世家，武术之乡，自幼就喜欢武术气功。早年跟张占奎学形意拳和八卦掌，又先后拜在形意名家刘伟祥、自然门大师杜心武门下，经孔教会的普照老人传授，学得养气功真髓、六字诀养生法，又在悟彻大法师的指点下深得习髓金经的奥秘。几十年如一日，他无论是在大学读书还是在监狱，
或是在太行山区的武装斗争中，从未间断过对气功、中医、武术的研习。他曾被应聘为北京万寿山高干疗养所和海军司令部直属门诊部等单位的顾问和医师。那气功以后，你不是有检查身体了吗？现在你那个子宫瘤子怎么样了呀？我前几天刚检查的，检查了，做了 B 超，子宫瘤都没有了。哦，你三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好了。嗯，是啊，这个早前我都不相信这个，自从我带了冠心病呢，吃了好多西药啊，都吃不好，最后我还是练气功，练了三个月。我的冠心病好了，血压也低下来了，那个也能吃饭也能睡觉了，所以你看现在我是比从前好多了吧。你们以前老说我是出土文物，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气功是宝贝啊。以前你们不相信我这个气功，总觉着麻烦，跟你们这块住着老有人来觉着很麻烦。马老先生的家是教工的课堂，又像求医治病的诊所。他不但教工，而且育人，每天早起晚睡，接应门庭若市的客人。他对人以诚相待，求则必应。有一次，为了治好一位天津普通农民的严重心脏病，他连发三封信催患者赶快来京，而且将双腿双脚肿成紫黑色的病人安排在自己家里就医，亲自教病人练功。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治疗，终于使晚期的心脏病患者恢复了健康。病人和家属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而马礼堂却满怀深情地说，医生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你的病好了，对我就是最好的报酬和安慰。由于马老先生以医德、功德和武德为重，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北京市评他为十名健康老人之一。马礼堂的行医习武生涯使他熟读医学典籍，深谙医理人情。他怀着一颗博爱之心，付诸于自身的行动，决心用毕生的精力将氧气功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造福于人民。半个多世纪来，他用他的医术和氧气功为许许多多体弱者、患病者解除痛苦，恢复了生机。已故陈叔通副委员长曾经题词赞颂他：焉世有其人，如侠在一身，岐黄钻席更无伦，识得陈客征节处，妙手回春。他曾经先后为彭德怀、罗瑞卿、徐特立、陈叔通、傅作义、习仲勋、鲍尔汉等等老同志治过陈年疾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脾主天时之清，
虎有翼，其无翼。现在呢，我父亲吧，你这吸要有翼，叫天地间的空气呀、啊，吸到里边来，等于我们这吸氧一样，比这吸氧还好。吸，吸。耄耋之年的马礼堂先生，似乎在他身上焕发着青春的朝气，精神矍铄，毫无倦意。他的足迹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走到哪里，把氧气功传到哪里，把人们的心带到了一个神奇的天地，为老年人的健康长寿传递福音，为心脏病、肺病、肝胆病、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带来了希望，甚至有不少癌症患者通过练习氧气功也得到了疗效。我就有点这种体会啊。通过马老先生的传授，在中国很多地方办起了氧气功学习班、氧气功服务部，学习氧气功的人达百万人之多。头啊，从这个回音这两点通了，通了，哎，通了。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我这个300度左右的这个花镜啊，练了这个气功啊，现在这个眼镜摘掉了。马老先生现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山健身会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武术气功学会名誉会长、广州大学兼职教授，以及香港、澳门等地的气功学会顾问，在中国武术气功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是气功瑰宝的发源地，古人称气功为导引吐纳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气功与针灸、按摩、中草药称之为并行的一种医疗手段，经过几千年的检验，长盛不衰，始终深受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保健法和医疗术。然而，气功为什么能够强身治病？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科学根据究竟在哪里呢？它还有什么作用等等，却成了人们的难解之谜。马礼堂传授的氧气功是经过他几十年练功行医之实践、潜心研究的结晶。他总结归纳出的氧气功功法是以中医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了武术气功的独特功法编制整理出来的，是中国经史子集中一脉相传的儒家与道家养生之道。它集中了中医、气功、武术之大成，被誉为融儒释道于一炉，开当代气功之正宗。据了解，他是目前中国氧气功的唯一传人。氧气功是依据人体的12正经正常运行规律，通过呼吸吐纳达到调息、顺气、氧气、培育真气之目的，使人体阴阳调和、经络畅通，加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进而延长人的生命活力。随着科学的进步，传统的中国气功日益引起了人们和国内外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经过近年的科学验证，
有的气功之功能和价值已经超出了医学范围，它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使古老的气功增添了一层崭新而又更加神秘的科学色彩。今後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大変お邪魔いた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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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中国来学我这个阳气功，以后呢我所有的呢要全交给你们，希望你们到日本去呢要再传播好多的人，这日本所有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个健康的效果，能够发挥这个人道主义啊，像中国是一样的。马礼堂氧气功不仅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和欢迎，许多外国的气功和武术界也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师学功求法，得其延年益寿之妙用。近年来马老先生接待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界人士和气功爱好者。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嗯，今天我和大家讲一讲阳气功。这个气功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气在人身体里边发挥的功能作用。简单的说，这气功啊，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这个东西是我们祖国的文化遗产，我们立国五千多年呢，这气功呢写在历史上的经人们传授的那经史子集里边呢很多很多。古人也说过嘛，说气生人之本也，气是生人的根本。现在这几近几年来我们是党的政策，气功是百花齐放，所以这个很多了，有的硬气功、软气功、发气的多种气功，也有的静坐的气功。今天我所讲的呢，跟这些气功啊，是了如差别。我所讲的东西是我们祖国几千年呢，在经史子集传留下来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以至于好多的子书吧，全有记载。那么这个功究竟是干什么呢？就是让人呢化思为功，扶正取邪。如果你正气内存了，是邪不可干。这是《黄帝内经》说的。人为什么生病啊？说邪之所凑，气气必虚啊。因为为什么生病啊？就是你气虚了吗？这个病的乘机而入啊。如果你的气是旺盛的，正气内存，邪气自然不能侵入进来。外感是因为内伤，内伤没有伤，外感自然进不来。这是气功道理，我讲的阳气功道理就是本着这个原理讲的。马礼堂氧气功包括六字诀养生法，习髓金经、太极功、行功、站功、坐功、卧功和循经按摩八套功法。我和大家讲一讲阳气功。这个功的第一步就是六字诀养生法。六字诀养生法是谁传留下来的呢？最早的是南北朝时代陶弘景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活了100多岁啊，他说是要治五脏六腑的病啊，可以用6个字，他起名叫畅息法。
这个呼吸要长，呼吸长，肺活量加大嘛，自然人身体都可以健康。以后到了隋唐时代，天台山智一大法师，他讲的收入佛门，也讲六字诀嘛，让这个老和尚修行啊，练六字诀可以不生病。到了唐朝，孙思邈这有名的医生，活了100多岁嘛，也是药王，人们给修庙修药王庙，这是有名的医生。他讲六字诀要整理一下，讲这个五行相生的顺序搁在里边。他第一个嘛，要是指肝。为什么先说肝呢？这个春天，那是木旺于春呢，肝呢属木，所以头一个嘛就练虚字，治肝病。木能生火，心属火，就练第二个字嘛，练咳字，治心脏病。火能生土，就练第三个治脾病的这个胡子，专治脾胃病。那么土能生金呢，所有的五金呢全在土里面刨出来的。那么我们肺属金，所以练这个血字了，那么治这个肺病。金能生水，金水通源呢，肾属水。那么我们练这个吹字呢，专治肾病。水和肝它能够练的关系啊，水能生木啊，所以练这个吹字，强肾固精，这先天之本呢健康了，那么五脏呢全能够有好处。这是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全练了，使五脏的功能修缮补缺呀。不管这五脏哪个脏求病，那么练这五个字呢全可以有疗效。这五脏呢又跟这个气质有关系，这三焦是理气的，所以练完这五个字啊，再加上一个息字，理三焦之气。那么这六个字，这就是虚、咳、呼、泄、吹、息，这六个字啊，就是六字诀，治五脏六腑的病。在我这个养气功里边呢，这第一步基本的动作就是调和五脏六腑的气血，使五脏六腑的气血啊，这个流通旺盛的，自然的给消灭病灶啊，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预防。所以这个东西啊，在中国的医书里边呢，吸收进去，从这个唐朝的孙思邈、天台山智一大法师这个老和尚也在收入佛门。那么以后呢，在这个历代的书里边，什么王朗的《一方济解》啊，龚廷轩的《收拾宝源》呐，冷天的《妙能修治》啊，丘处机的《四时消病论》呐，全将这六个字吸收进去了。所以说，这六字诀呀，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易经》的宝典里边，这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可是这个东西呢，文字记载是有了，有好多的这个医生啊，他就是舍近求远，不愿下功夫，觉得这个病来效果来的慢，他就要开法扎针呢、啊，而在这个六字诀忽略了。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这个小时候跟我祖父念医书，一小三字诀、唐头歌、药性符、脉诀，就念这些个东西。所以呢，仅仅的这个平庸的医生啊，我17的开班治病嘛，当然治些个病，没有什么高招的。到1932年，我到北京上大学，我们有一个老前辈啊，是清末的状元刘春林，我们请他给我讲五经四书，在他那认识了蒲照老人。蒲照老人跟他是医科的，清朝末科的一个老进士，他是批判孔教的，他讲阳气功。因为我那时候才得着这个阳气功，才得着这个六字诀。经过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就总结出来啊，这确实是治病良方啊，既省钱又省事，也不用煎汤熬药，
也不用什么多大的场合，你坐着也可以练，立着也可以练，躺着也可以练。在这五脏六腑病呢，一般的全可以消除，除非呢你不肯下功夫，你只要下功夫，那就可以治好你的病。现在我们讲六字诀养生法，这个六字诀养生法呀，主要的是要看口型，通过这个不同的口型发音，牵扯到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所以口型特别要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院一般的人呢，胸是呼吸，我们要讲点着腹是呼吸，就那个气嘛，引的身畅云气，所以要想着点着腹是呼吸呢，一定得收腹。你看，你看我肚子往里收，啊，平常我这么大，一收这小了，啊，提肛，肛门往上提，肛门往上提呢，提肛入人粪呢，好像大便要泄肚是不知道拉出来，怕是拉到裤子里边。脸臀这两个臀部啊，我们一年制的时候，两个臀部塌一个坑，说是小便你从回音这往上提，这几个重点呢我们要注意。在胃座之前我们有一个预备式，这个预备式呢是松静站立，松到什么程度呢？松入肉坠，好像这肉要掉下去似的。静是到什么程度呢？如木雕泥塑，不许动啊！泰山崩一前而不动，猛虎啸一吼而不惊，静到这个程度。所以你们要求，头一个要求，头顶头是百会朝天，好像泰山压顶一样，不能够上后仰，也不能上前低，也不能左歪右斜，这是正啊。头顶，头顶完了之后呢，往下边我们叫着头里边有空啊，静嘛，空。然后到了膀肩，膀肩没有垂肩，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垂肩很自然往上垂下来。坠肘，胳膊肘呢要坠，不能这样，要这样呢。虚掖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能弄个拳头似的，这样的，这样的松了。然后再讲胸，汉胸不能这样，不能挺胸，汉胸呢，汉胸搭背，一汉胸后边的背啊就是圆的了。松腰，腰往下松，松腰塌胯，这胯往下塌，真的是一个直的了啊，好像左右凳子往下坐是松腰塌胯。然后呢，气胃区，这个气呀，胃区了脖子区一点，那么要一摸呀，那个地方好像那个要开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你自己摸不行，自己摸太虚了，这别人给你摸，我们给学生摸就这样的，这叫松静站立。不管做哪个动作，我们也是由这个松静站立开始。松静站立好了，我们调呼吸，调息，调息怎么调息？你前吸气，一吸气，啊，肚子鼓起来了，嗯，调息。胳膊不要直，你看胳膊坠肘嘛，你看，这是阳掌，阳掌变成阴掌，这时候吐气，吐气气往下沉，呼气气往下沉，肚子瘪了。我们做三个调息，调息。调息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条件，舌抵上颚，如果舌不抵上颚呀，那个气也不会下来，不会很自然下来。舌一定上颚，任督二脉接连起来，这个肚子鼓起来啊，这个事情特别要紧。这个松静站立完了，我们就讲虚子宫。六字诀养生法的第一个字虚子宫，虚字是一个口，
叫西施的西，龙须虎啸啊，他的声音很长啊，啊虚。念这个虚的时候呢，要舌内说嘴角横绷，舌头想出来不让它出来，嘴角上两边绷。我念你们看看，虚。这念完了之后，舌顶上呢气下来了，这么下来了啊，下来到丹田，一直到了脚底下，到了这个足阳明的这个离对穴第二个脚趾头。嗯，念的时候还要紧一个问题，最要紧的问题，要瞪眼睛。为什么瞪眼睛？肝开窍于目，每一个脏器啊就有窍啊，窍是什么窍门嘛。那么你一瞪眼睛啊，你的眼里边有杜鹃出来了。我们教人的时候，好多的同志啊眼睛变化很快，那么有失明三年的嘛，他也好了嘛。张淑娟写了个文章重见光明，一般的人90%几的效果，眼睛就因为人家这个虚的时候瞪眼，以后眼睛发胀，眼睛流眼泪，眼睛长齿模糊，眼睛刺疼，眼睛就起变化。眼睛和肝脂就有关系，要得肝病的，我看病的时候一看眼前看眼睛。所以我现在做做你们看看啊，开始做，你看我的眼睛，看我的胳膊怎么走，这个活动的情形导引，再看我肚子是不是收腹提肛，在几方面看啊。虚，我们现在讲六字诀养生法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呢咳，咳字呢治心脏病。咳字主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舌头顶着下牙齿，口半张，因为心同于舌，心有了病一定是在舌上要发现，所以我们练这个字的时候，念这个字的时候呢，一定要舌头啊顶着下边牙齿。我现在做一个啊，咳。
第三个，按五行相生的顺序，心属火，练完了这个壳子，我们就练胡子。胡子属土，土是健脾的，这个脾开窍于口，所以念这个胡子的时候呢，一定是口如管状，这口像管似的，舌头放在中央，这样才能行。吐气的时候加丹田里面的气呀，整个发出来。我现在做一做，大家看看啊。呼，六字诀养生法，古称吐纳法，它起源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健身术，千百年来经历代沿袭沿用和发展，久经不衰，备受尊崇。六字诀养生法的最大特点是强化人体内部的组织机能，通过呼吸导引，充分诱发和调动内腑的潜在治愈力，来抵抗疾病的侵袭，防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不必要的过早衰老。我们现在讲六字诀养生法，第四个字念下，这个是入声字。入声啊，声音收藏极快，入声短促即收藏，所以声音很短，可是气呢还是那么长。这个字呢，
所以念的时候呢，张口开舌嘴要张大。这个字指什么病呢？专指肺病，肺气肿、肺结核，这个效果很好。我们念书一念这写的第四声，所以一念的字来的肺这么一张，自己交出去这么一张啊，这怎么治好了无数的肺病啊？就是六个字练完了，单加十八个字啊，效果很好。我们现在做啊，下。下应该由前面下来，我都由前面下来的。下下做第五个字，第五个字呢吹，就吹字的口型啊比较难些，就左口就嘴唇的稍微往下搭了的吹，是为吹吹就比较难。因为这肾呢是先天之本，治各种的病啊全离不可肾，因为肾要是充足了，各个脏器啊全得到肾的温煦，那全能够恢复健康。这个肾经呢因为从脚底下起来嘛，所以念的时候嘛一定交心空气啊，交心空气。那么肾呢气浮在腰，腰为神之府嘛，肾要亏了腰疼，腿为神之路，要肾亏了腰腿软，肾是气精带目，肾要亏了眼睛目视晃晃，瞳子冒烟，气化带发，肾要亏了头发脱落呀，和老草似的脱落，肾开窍于耳，肾要亏了耳的蝉鸣啊，蝉鸣有声，肾主骨，如果肾要亏了呢，食味固之余啊，牙子松动脱落，所以肾呢、啊、关系很大。肾有关系生吃，如果肾要亏了，生孩子啊也有问题，有的女同志不能怀孕，男同志不能精有问题啊，不能生孩子，男同志不孕，这样的病很多啊。所以练这个肾呢、啊、在六字诀里面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字。我做的大家看看啊，来吹，看了吹，西子宫，西子宫里三焦气的，我们五脏六腑啊功能的调整完全靠气的如何运行，要靠三焦，所以第六个字是里三焦气的。这个地方在肚脐是下焦，肚脐的心口窝是中焦，
幸亏我到这儿这个天图这叫上焦，下焦主排泄，中焦主腐熟，上焦主纳。哎，我坐着看啊，这个理三焦气啊，一定是气要顺嘛，要高高兴兴的，面带笑容，心内美滋滋的，很自然。所以坐的时候，我坐给大家看啊，那吸吸字嘛，也不大用力气，就是嘴呀、啊，稍微留一点牙齿，好像形容吸的嬉皮笑脸嘛，嬉皮笑脸的啊，不要很严肃了啊。你看坐这字啊，吸。我们吸字往上走的时候，阴地阴上升，反正上升在这儿嘛，吸天要下降，这天要下吸了，往下来，一直到下边，吸。六字诀养生法是马礼堂养气功的重要核心部分，它以中医的经络学、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按四季时令及五音的不同发音和口型，配以呼吸、意念和肢体之导引，牵动五脏六腑，使气血畅行，吐出脏腑之浊气，吸入天地之清气，以达导致清瘀、强身益寿之实效。事业不负有心人，六字诀在马老先生几十年的苦心培植和经营下，通过虚喝、呼、下、吹、吸六个字的演练，使古老的健身术焕发出勃勃生机，更加完美升华，成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的养生法。
学习六字诀，要掌握好要领，每个字都要做六次，而后加以调息。当六个字全部做完，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着重练习其中的个别字，便可达到更好的效果。先从腹式呼吸练起，它不仅有助于情绪的稳定而收心入静，并且能把握人的生理特点。人的血大部在腹部，特别是肝肾是最需要血的地方，腹压低就是贫血，练习腹式呼吸是理想的防范方法。腹式呼吸可分为顺腹式和逆腹式两种方法，但其生理作用却又各不相同。顺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腹鼓，呼气的时候则腹缩。逆腹式呼吸恰好相反，但是二者在锻炼的时候又都是以小腹部动为主，带动全腹不动。六字诀养生法是采用顺腹式呼吸法，经久练习可以扩大肺活量，加强胃肠道及其附近无数毛细血管吸收营养物质的功能，尤其对呼吸困难的喘病、肺活量不大的非活动性结核、心脏衰弱、消化机能紊乱失调的患者，是一种有效的良好修养方法。Thank you.